个月或者六个月内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在这个圈圈里面，也就是检举资料和检举的流程怎么样能够真正经由科技的协助然后产生。那这是我们刚刚的会议记录，就是现在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盘点了出来，就是真正检举者他们会需要用到的资料有哪些，非常确切一定要用到的。那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关心地理图层这些的使用方式的人，所以其实资料还算蛮清楚。如果知道说，哎，我们是要找都市计划区或是非都计划区的时候，要去哪里找，这还蛮好的。然后另外也都知道了，我先跳一下下下来，在资料盘点的部分，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农委会或者其实我也不知道讲民众是谁，但他们就说有一个人自己做了很多东西。对，因为我过去完全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我上个礼拜才知道我要来黑客松，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清楚要完成一个这种界面要需要什么东西。那他们就会去讨论出来，我们要先把这些资料盘起来。那有两种方向可能会去进行，一个是我们的使用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界面，把他的需求向他要检举大家旁边的违章工厂。另外一种则是我们已经盘出来了，现在政府有中央政府有一些开放的资讯，它是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就是违章工厂。那如果你就住在它附近的话，其实你帮我们补足，因为在检举的部分会需要照片，所以如果是你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是已经是违章工厂，然后也想要协助这个城市的话，你可能就是补足现场拍的照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算是很认真的讨论了里面会要补足的东西。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内部审核和发公文，因为这就是刚刚那个圈圈里面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检举流程。大家如果自己去检举的话，基本上政府是不太会想理你的，然后所以会是由我们代为检举，是这个原因。那很多的资料进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用人工的方式嘛，所以也问了一些了解说，当民众把资料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样协助我们可以有效的把公文发出去。那甚至是对，我刚刚才知道电子公文这件事，就建档这件事也不用再彼此推脱了这样。那我们现在打算就是下个，我们应该会是一周见面一周线上的方式进行。然后因为有一些政府施政的启程，大家都知道公服法过了，那它会在六个月以内会有一些县市的配套规则出现，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检举案例，我们才能够去协助陪伴政府好好的辅导他的厂商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蛮急迫的时间限制，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就是一周内两周内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那这里面包括就是因为使用者很多，现在我们最核心的使用者其实是农民或者是一些住在就是混杂着工业区农地的用户。其实我们会比较，不是说身为地球公民或者我们研究员的部分会比较知道这些人的使用行为，可能会比在城市的各位就是更没有那么习惯使用，所以我们会开出一些抱怨的清单啊，然后我们会定义清楚，因为这接下来有一点点的复杂，就是违章工厂其实类型有非常多，那我们优先处理的是新增建的，因为这已经是不该存在了，所以如果它是新增建的，我们一定会先处理。然后另外就是中高污染，因为其实那个对农地和对周遭的居民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些东西先弄出来，然后很会做那个就是找资料的人就会去找资料，然后工程师就会去沟通，然后我们就会选一个大家都想要开会的地方一起去开会。然后我们的需求呢，就是呢我们还要再找一些人。哎，那我们要 Andy。好啊，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们要再找什么人，就对工程师我们需要什么技术我其实不清楚，然后 Andy 说我刚刚可以 cue 他，他会来告诉我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员。他可能觉得我讲太快了吗？好，总而言之，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你现在听完再想加入我们的话，你就到地球公民写那个粉丝团写讯息好了，我本人会亲自回你，好吗？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够想到就是留下来各位的方式。那我们最后一起是做一个就是使用者 friendly 的一个界面。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工程师啊？快给你一句话。工商服务，就是各样工程师。